在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，你给我拖进去。哎，这老鼠，你敢打我？哎呦，妈，怎么了？我让他拖地，他竟然用拖把砸我。妈，丽丽她不可能这么做啊。好啊，你真的有了媳妇忘了娘。你儿你上次带来的小姑娘多漂亮多有钱，偏偏会爱上这种人。丽丽，幼青她妈妈特别讨厌我。她没把你怎么样吧？丽丽，我妈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？你去找你妈妈说的那个女孩吧。你别听我妈乱说，我们三年多的感情我一定会娶你的。好看吗？我一定会娶你的。幼青，你看这个好看吗？哎，幼青，你怎么来了？玲玲，我记得你手上那个手链，另一个送给你男朋友了，是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能不能叫他来一下？我有些事情。行啊，没问题啊。宝贝儿，找到什么事儿啊？你，我是他女朋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。还是我来帮他说吧。这种人就是典型的脚踏两条船还不敢承认，昨天还在我朋友面前说要娶她。三年多的感情我一定会娶你的。现在想必他多少是看中你的钱吧。玲玲，听我解释。玲玲，丽丽，我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你就翻天了。我怎么了？你行啊，你妈养了你20多年，她现在没能力买房，你竟然先给自己买房了。让你买个房怎么了？你个白眼狼，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我的房子妈随时可以来住，但妈你让我贷款给她买房子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妈哪有钱呢？我到现在还打光棍，这钱就应该你出。我自己赚钱自己买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不管我没事，你哥连工作都没有，现在还光棍，都是兄弟姐妹，你怎么忍心啊？妈，你不要跟他生气。亲兄妹你怎么不说当初你是怎么对他又是怎么对我的？都是兄弟姐妹，你是怎么对他，又是怎么对我的？妈，给我20块钱，明天要同学聚会。拿去。妈，我想要20块钱。买那没用的干啥？我又没准备给你去上大学。他没工作，没老婆，还不都是因为你的溺爱？我这些年，一天只吃一顿饭，住地下室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你现在长本事了是不是？给我出来，出来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从亲妹妹身上吸血，你就不觉得丢脸吗？她就不是你亲生的吗？况且，她有什么义务去替你养这个巨婴？我就是想让她给她哥哥买个房子。买个房，说的容易，你身后这个男人怎么也有30岁了吧？今天没有房子给她妹妹，明天呢？是不是教会这个社会？你纵容她的同时，无心也在害她。臭女人！小张送客。